欢迎翻嚟全日总结嘅时间噶，坐我身边嘅嘉宾啊，就系耀财证券嘅分析员黄伟豪 Wafi 噶 ，Wafi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啊，睇睇啦大市嘅表现啦，咁见到大市嚟讲啦，美市就抽升啦百几点噶，去到24,100多点嘅水平啦，成交额暂时有700多亿啦，国企指数方面咧都系升咗120几点，去到13,500多点嘅水平噶，今日个市咧美市嚟讲真系做得唔错啊，会唔会见到咧？港股后市咧虽然升咗100多点，但系成交额只系得700多亿嘅啫，能唔能够配合成交的數字呢？如果你話今日個市嚟講啦，的確就即係晏晝翻嚟就叫做乘住可能內地方面嘅一個叫強勢反彈啦，咁啊帶動到港股啦，亦都有個比較明顯嘅一個抽升翻上嚟。咁但係咧，唯一頭先即係阿力哥都帶出咗一個問題啦。咁唯一嘅問題就係，雖然今日有80点嘅升市啦，咁而家收定就升159点。咁但係你話即係咁嘅升市之下，嗰個成交咧得770亿左右啫。咁你話即係呢個幅度能唔能夠即係呢個額度啦，能唔能夠真係滿足到成個即係市去推升上去啦？咁啊覺得暫時嚟講就比較即係細咗少少。咁啊因為翻咧都會覺得係因為經過可能。琴日咁嘅裂口性跌落嚟嘅一個跌幅比較明顯啲之下啦，咁大家嚟講啦都比較係審慎咗少少，咁可能都要睇翻嚟緊呢一日嘅一個意向，咁啊再加埋因為但係唯一嘅好處啦，你睇技術上走勢嚟講啦，雖然咧就暫時嚟講咧叫做即係如果你畫翻條線嘅話啦，咁仍然咧。如果大家之前一直聽落嘅話一個叫中期咧嘅一個下降軌嘅時候啦，之前突破完之後啦，咁你見慢慢啦，啱啱去到即係一月份嘅高位之後啦，有少少叫回落翻。咁但係你講今日嚟講唯一嘅好處啦，就叫做收市嚟講都叫企穩翻條10天線樓上啊，即係成功收翻條10天線啦。咁10天線暫時就喺翻即係23,000点左右啦。24,000点左右啦。咁暫時嚟講都叫收復翻。咁如果你話即係後市嚟講咧，咁我覺得啦，如果你話乘住聽日今晚嚟講冇乜話太大負面的消息，或者聽日一啲中國嘅數據出嚟嘅時候顯示得不係太差之下啦，咁有機會咧，恆指方面可能借住琴日其實已經叫做調整完嘅，咁不過啦，我覺得琴日嘅幾百點嘅調整其實都唔係話非常足夠，因為嚟講之前你見3月17日低位上到嚟都升咗成2000几点，咁只不過調整可能幾百點啫，咁相對幅度嚟講可能得10% 1% 左右，咁你話幅度嚟講係咪太大？咁暫時都要再睇定啲先，咁唯一嘅好處重新多點啦，亦都要叫企穩翻10天線樓上。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聽日即係再跌穿翻嘅，咁我覺得下一步嘅支持位咧，可能要降到呢個即係下降軌嘅一個底部啦，大概23,600，又或者即係挨近條20天線啦。所以成個區間裏邊啦，可能下一點要退到啦，就23,400至23,600。咁但係補充翻句啦，就算係跌到呢啲位置嚟講啦，恆指方面或者大市嚟講係咪叫好差啦？咁我覺得就呢方面就唔叫做即係暫時未見到太差嘅。咁因為嚟講，我反而覺得落到呢位置啦，可以著量咧去到吸納翻做翻個即係中線持有會比較好少少咁樣咯。好啊，唔該曬 Wafi 噶。咁另外啦，我哋睇埋內地股市收市表現啦。咁見到上證綜合指數咧收市係升29点，收報3,050点嘅，升咗接近1%。而滬深300指數咧就升咗45点嘅，收報3,372点，升咗超過1%嘅。深證成指咧就升咗接近200点啊，升199点，又重上翻13,000点嘅水平啦，收報13,102点嘅。內地股市咧真係啦，個美市比較強勢啲啊，會唔會見到咧？個勢咧，大家都講到啦，星期五咧會最早咧上調咧存款準備金率嘅個預測。你係點睇星期五公布嘅通脹數據同埋內地股市嘅表現咧？如果你話即係內地市方面咧，特別係上證為例啦，你見今日晏晝翻嚟咧，其實都頭先兩位都講到啦，有個明顯嘅即係叫可以話大幅度反彈啦，又即係可能上晝都見有個輕微跌幅嚟講，晏晝翻到嚟臨尾收成升成30点咁多，咁啊去到3,050点度樓上啦。咁樣啦，即係成個市點樣睇翻啦？咁暫時。睇到咧，即係晏晝帶動翻成個內地市上翻嚟嘅一個走勢咧，就係內地一啲即係銀行股啊，咁啊有少少即係本來上晝嚟講都係承住翻，可能之前話即係傳一啲即係。要去監管翻嗰個貸存比率方面個問題，咁要每日去到申報翻嗰個問題之下啦，原本令到內銀股即係內地一啲喺內地上市嘅一啲銀行股嚟講啦，有個明顯跌幅，咁拖累到成個內地股市咧有個明顯嘅跌勢嘅。咁但係你見晏晝翻嚟，佢哋帶動之下啦，有個唔錯嘅走勢上翻嚟啦。咁因為即係成個上證點樣睇翻啦？咁因為自從即係你睇翻3月9日嘅即係突破3,010点之後咧，其實你見個走勢咧都不斷喺呢個即係3,000点樓上咧反。
反覆覆。咁你話即係係咪確實有個明顯嘅一個向上勢頭咧？暫時又再見唔到住。咁但係好明顯咧，喺呢個位置咧都叫做少少橫行整固翻。咁我會覺得只要企得穩，繼續企得穩呢個位置之後咧，咁咪有利翻啦。後市咧係繼續衝翻上啦。舊年十一月啦，或者舊年四月兩次試頂都破唔到嘅，大概3180點左右呢區間。咁我覺得嚟緊即係上證啦，首先上望翻嘅位置都係呢、這個。咁但係你話即係短期裏邊會仲有個機會上升？咁我覺得要睇埋翻聽日或者後日啲中國數據，因為嚟講啦，聽日就會出即係內地嘅 CPI 數據啦。咁大家可能都會觀望緊，係咪真係如大家所料可以突破5%或者去到5.2%？咁如果真係呢方面真係去到5.2%嘅，咁又會可能再擔心緊嚟緊週末會有個再上調存款準備金咧，或者嚟緊會有個即係一啲收緊銀根嘅政策再出嚟做翻。如果係嘅話，咁可能個市嚟講啦仲會有少少嘅反覆，咁但係你睇下特跌幅就唔會見到住咯。好啊，唔該曬。咁另外啦，我哋睇埋藍籌股咧，今日收市嘅表現係點啦？咁見到啦，匯控方面升1.5元嘅，報83.85元；中移動升5毫，去到73.5元嘅；中行方面升5仙，報4.41元；工行升8仙，報6.59元；建行啦升9仙嘅，去到7.46元。港交所啦升咗3.21元嘅，報182.1元；新地升2毫，報125.8元；長實升7毫，報128.6元；中銀香港跌1毫，報24.6元；國壽升1.5元，去到29.9元。中海油方面跌6仙，報19.8元；中石化升2仙，報8.17元；中旅跌1毫，報7.5元；中國海外升2.2元，報16.66元；騰訊啦升咗3%嘅，升5.8元，報199.4元。咁見到啦，騰訊美市發力噶，抽升咗上嚟啦。咁最高見過199.8元噶，咁收市嘅時間啦，報199.4元啦。其實大家都知道咧，之前咧就股價跌咗落嚟咧，最主要咧係主席馬化騰嘅一啲減持消息啦。咁其實見到四月份咧，佢仲有2份嘅場外期權合約咧，要再減持多400萬股嘅。其實嚟講，市場係咪已經消化咗咧？嗱，如果你話即係講到主席方面嗰、那個淡倉期權嗰個到期問題啦，令到要相對做翻個減持嘅行動。咁呢方面，我覺得消息層面上咧，慢慢其實已經開始淡化咗。你見對股價反應嚟講咧，即係負面反應咧，只不過係第一次，即係啱啱對上第一次有個相關嘅減持嘅時候咧，比較跌幅明顯啲。咁但係你見啱啱琴日或者再上個星期再有一次嘅時候咧，相對個反應咧都唔係見得太負面啫。咁反而你話雖然琴日有個跌幅喺度，咁但係跌完之後今日。乘住即係大行啦，可能預測嚟緊下個月嘅11號有個即係第一季業績嚟講啦，都叫做得唔錯之下啦。咁相對個股價上面咧，又再彈翻上去。咁我會覺得，即係如果咧，即係騰訊點樣睇翻啦？咁嚟緊雖然話嚟緊都仲有2次嘅相關到期合約問題，咁但係我會覺得呢2次咧係會帶嚟少少嘅負面反應，因為嚟講相對個價錢嚟講咧，可能都係挨近60多元呢位置，咁相對個折讓方面比較大啲，咁可能對即係股價上。正確理論上嚟講咧，有翻少少嘅跌幅喺度。咁但係實質問題就係啦，大家都會預示翻啦。當主席減持完之後咧，其實你會見到上一次減持完之後，佢相關嚟講都會有翻個即係實質喺現貨市場啦買翻嘅一個增持行動。咁其實嚟講都仲係叫做佢係仍然睇好自己公司前景。只不過你話即係嗰個到期問題咧，係一個叫被逼啦，去到即係俾翻啲貨出去個市場方面。咁所以令到即係股價上面先至有少少嘅負面反應。咁如果你話即係睇翻走勢上嘅。咁雖然暫時嚟講啦，今日有個明顯升幅，咁啊嚟緊實質因素上咧，騰訊咧都仲仍可以睇好翻啲嘅，咁但係只不過啦，暫時我會覺得咧，可能受制於條50天線，50天線啱啱就200元樓上啦，就去到即係202元呢區間，咁我會覺得如果你真係博個短線再向上嘅，咁要上望翻首先睇下條50天線能唔能夠收復啦，因為今日啦唯一嘅好處就係一舉收復翻條即係10天、20天，再加埋補翻之前啱啱琴日跌落嚟嘅下跌裂口，咁但係你見即係裂。早前業績落出嚟之後啦，好明顯個區間裏邊咧已經係變咗喺190元至205元呢區間度浮沉嘅啫，唔係話太大，即係向上突破空間。咁但係如果話即係有翻啲耐性，可能做翻中線持有嘅，再加埋下個月頭先講到嘅一個即係首季業績之下啦，有機會推動到股價啦，我覺得有機會突破翻啲區間，再向上衝翻更加高位置都可以咯。好啊，唔該曬 Wafi 咁呢次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要問翻 Wafi 啦，頭先講過嘅股份有冇邊只有持有啦？冇嘅。好啊，唔該曬咁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咁聽日。同樣時間啦，就係開市嘅時間啦，9點就會有金融快遞嘅環節啦，同大家啦睇睇啦今晚公布嘅經濟數據噶。咁睇睇美國方面啦，今晚啦就會公布啦零售銷售數據同核心零售銷售噶。另外亦都會公布2月嘅商業庫存噶。聽日同樣時間再同大家見面啦。